艺术大学哦，所以目前的话，他也是驻点教师，是这样吗？好，来让他自我介绍好了。我觉得工坊要自己自我去介绍，对，因为如果是我介绍，我一定会发言强语呀、啊。哎，蛇哎莲，蛇菜莲花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去介绍的时候会比较真诚哦。来，就说你店在哪里就好了。对对对。没有，很简单，就是什么？我和春技术学院的老师呢？传统跟现代的好，谢谢。然后他有一个很孝顺的。